看，兄弟和睦同居是河顶的鲜，河顶的美。这河边迄个几重的油，停伫阿伦的头壳顶，留到喙手，搁留到伊的衣襟。搁河边遐门的甘露，降伫锡安山，因为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上帝的爱伟大无穷，厚赦比魔难以形容，高超诸心深大地狱，长或高深事物相同，始祖犯罪堕入阴幽，生前爱子拯救，是我罪人，你善和好，赦免一切罪由。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无量，永远坚定，永远不变，天使圣徒颂扬。地上年代将要过去，君王地位都要败亡，万古世人不肯求告，却向山林不求保障，上帝慈爱应不用长，伟大无限无量，亚当后裔得蒙救赎，天使圣徒颂扬。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无量，永远坚定，永远不变，是圣徒颂扬。天上诸天当为之长，地下草木当为比干，世上海洋当为墨水，春秋文人几何辛苦，豪杰之力描写诸万，洋海墨水挥干，安卷水潮如天连天，不能忘却了达。上帝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，是圣徒颂扬。阮永恒的天父，疼的源头甲模范，你毋但啊命令阮彼此相疼，而且阁向阮显明了疼是啥物。佛教学家Ravi Sakaraya 曾经清楚地解释过你的疼。5000年前，你吩咐了阿伯勒罕将伊心爱的子以撒献做烧祭。你提刀要杀以前，你阻止了伊，因为你已经有被火遮迷。总是伫2000年前。当你找派你的子耶稣基督为阮的罪而死的时阵，你并无阻止。在阮也做罪人的时阵，
日头家基督的死，向阮显明了你迄个无条件的疼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今仔日三甲领受圣餐的时阵，纪念基督所行的，阮祈求你，叫阮会听心有根有基，会通甲众圣徒三甲明白基督的疼是何等长阔远深，帮助阮全心全意顺服你、听你，并激励阮彼此相听，连遐个不可爱的人，阮伫你面前谦卑改己，求你赦免阮的罪过，包括阮离未现的罪过。阮知影，无论啥物代志，拢瞒不过你。搁一摆，阮恳求你怜悯。人民遐个感染着的肺炎，无论因是隔离的，还是无症状的，求你医治阮的国土，甲你的受造物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阮主爱救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祈求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，咱阁有法通三甲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三甲来敬拜主。今仔日所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，就是第十一条的诫命。欠彩有人会讲牧师啊，第十一条的诫命，阮知影伫圣经内面讲啊到十条诫定定，是个十条诫是咱所熟悉的十条诫。伊讲除了我以外，恁唔通有别的上帝。唔通为家己雕刻偶像，安遐来跪拜来侍奉伊。唔通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。着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着孝敬父母。第六条讲唔通杀人，唔通行奸淫，唔通偷窃，唔通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唔通贪恋人的处。贪恋人的车主薄逼如不及一切所有的是的，这是摩西所领受的十条诫。欠彩你讲牧师啊，欠彩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无相像，你是用无相款的版本。因为上帝和摩西十条诫定定无看到第十一条啊，是的，你讲的无大啊，因为摩西对上帝遐领受了十条的诫命，但是伫圣经内面，伫新约，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予咱另外一条新的命令，我称作第十一条的诫命。这个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十三章。咱来三合看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咱要对三十一节。看到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圣经安尼讲：伊既然出去，耶稣就讲：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上帝伫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上帝要因为家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紧紧地来荣耀伊。细囝，我也有无偌济的时间甲恁相合伫底。后来恁要找我，但是我所去的所在，恁未会到。这个话，我捌对犹太人讲过，如今也照样对恁讲。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恁彼此相疼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着怎样相听。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因为安尼就认出你恁是我的门徒了。众人因为安尼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了。咱请咱阿头来做一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俄罗斯。因为你将唔单单将十条诫和摩西，你也将另外一条新的命令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赏赐予阮。
要阮彼此相听。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，搁一摆来养饲阮，来提起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要怎啊来做？主啊，圣灵啊，你开阮的目睭，开启阮的耳啊，互阮有法通听到主你的声音。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是的，在主耶稣受尾的那一暝，伊向门徒讲，就是在第34、35节，伊讲，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什么？叫恁彼此相听。所以这是所谓我所谓的第11条的诫命，就是恁要彼此相听。其实听啊，这项代志，伫耶稣的教导、甲约翰的记载当中，占了真重要的地位。因为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中间，听这个字出现了十二摆，但是对于13节到15节五章的圣经里面，听出现了45摆。这个12拜，这个45拜，这个跟人说什么呢？让人看到主耶稣在受尾那一暝，跟门徒做一下，他说很多话，但是其中他就提到听，他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会跟门徒说听的事情，所以一定是真重要。人看到耶稣，他怎样刻苦苦心，会直直跟门徒来吩咐，恁要彼此相听。今仔日早起，咱要对三方面来看耶稣予咱的第这个第11条的诫命。头一方面，这是耶稣亲自颁发予咱的命令。耶稣亲自颁发予咱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，圣经跟人说，如我做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世归父的时阵到了，伊知影伊要离开世间，伊知影伊要到我等到父遐去，伊就颁发了这个门徒，给门徒这个真重要的命令。伊讲，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叫恁彼此相听。咱要注意，耶稣讲这是一条的命令。什么是命令呢？当你听到命令的时阵，你想到什么？当然，命令不是要让咱来参考，不是要让咱来讨论，主要是要让咱来遵行、来实行，因为命令是大有权威的。其实要顺服、要遵照命令不容易，必须要学习。什么做兵的人，还是当兵的人，国家会体会这样代志。我记得我伫那个安遐牧会的时阵，伫那个迦南中学安遐有侍奉，我一日啊。我入去家，入去学堂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伫操场呢，有一个学生，伊徛伫遐，伊手举起来，举安尼，然后也无咧动动，定定举咧，日头照。我看到的时阵，我感觉真稀奇，讲干阿是你伫遐，你举手举起来，看阿像 Superman 咧爬咧，到底是咧干？所以我就看到有别个学同学伫边头，我就问伊。我讲无，这无无青年人伊伫遐咧创啥？伊讲啊，无啦，因为伊哦是参加军训啦，参加军训所以伊个军伊个军长哦，该讲叫伊着安尼做，要徛15分钟，所以伊着顺服。虽然伊未明白，干阿是伊那着安尼，伊也无去问讲伊到底叫伊徛安尼个原因是啥物？伊个目的是啥物？伊也无惊。同学的技巧，因为主要是要叫伊学习怎啊顺服。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阮先生吼伫台湾，台湾真侪差不多拢总诶南丁、
必须要当兵。哎，阮的先生伊就讲啊，到伊当伊咧做兵的时阵所拄着，伊讲有一摆遐，伊的官长反复因几啊四五个，讲你将石头一堆的石头搬去另外一方，另外一边。啊，块石头唔是细块，阁是真大块，哦，所以真重，所以因就按遐一堆石头就直直搬差不多规半点钟，规身流汗。搬了的时阵，伊就去找伊官长，甲讲官长，你吩咐阮的，阮已经创了了。官长讲好，真好，然后恁阁将石头搬倒转迄个所在。所以听了的时阵，伊心内面讲这个官长到底是咧创啥？看咱村咧创敌军，但是伊嘴唔敢讲，因为这个是军令，所以伊也着搬。后来伊甲阮讲一项代志，伊讲伫咧做兵的时阵，官长所合理的吩咐，伊的命令，如果是合理的命令，这个是叫做训练；如果无合理的命令，这个是叫做磨练。叫做磨练，总共一句，命令一定是人要服从的。彼此相听的命令，相款也无例外。所以这耶稣，这是耶稣所颁发给咱的命令，是咱应该要遵守的。第二方面，咱要来看，这是一条有新性质的命令，这是的。伊有新的性质的命令，主耶稣讲这是一条新的命令，干那是那是新的呢？当咱看圣经的时阵，其实伫古约啊，伫利未记第九十九章十八节，上帝有吩咐以色列人讲啥物啊？恁要听人，亲像家己。所以伫圣经内面，古约啊真侪讲，你要听人。到新约的时阵，伫马太福音，当有人问耶稣讲，律法最第重要的是啥物呢？耶稣讲最第重要的第一，就是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然后是点样着听人亲像家己。其实伫圣经内面已经有讲，咱着听人啊亲像家己。啊，佮到底当耶稣基督颁发这个命令的时阵，伊讲是新的，到底是怎啊新呢？啊，咱就来看啊，伫原文希腊文内面啊，伫希腊文内面“新”这个字有两个用法，还是讲有两个字啊？咱中文翻译还是英文翻译做“新”啊？这个是叫做 “neos” 啊 ，“neos” 是时间上的“新”，伊是属于现在。比如讲，我手里看到这个物件。啊，这个物件旧了、歹了，所以我换一个新的。伊是同一款的物件，但是伫时间上，伊是新的，啊，所以伊是用 neos 这个字。但是我另外这个字是叫做 kainos 呢，伊是叫做新的素质、新的本质。顶已经无的，现在是已经有，所以是讲到伊的内在的这个物件，比如。有人发明一个新的物件，顶摆无的，现主是有的。哦，这个就是用叫做 kainos。伫圣经内面、新约内面 ，kainos 有特别三方面来用。头一个就是用到新约啊，新约、旧约。这个新约呢，伊是新，因为伊有新的性质。第二就是咱今仔所讲的新的改变，因为伊有新的性质。第三讲到。在主里面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，因为他里面，他整个的人，他的灵命，他的生命，完全变成做新，甚至这个新，也是说到什么，新天，新地的这个新，所以，当耶稣说，这个新的命令，因为他有新的本质，这个新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呢？头一项这是有新的标准，有新的标准。在第十三、三十四节，圣经怎样讲呢？耶稣讲：“我怎样听恁，恁也就怎样相听；我怎样听恁，恁也就怎样相听。”所以耶稣以家己怎样来听咱，
做咱听别人的标准。我讲一摆哦，耶稣伊怎啊听人，来做为咱怎啊听别人的标准。所以咱即阵听别人的标准，唔那那亲像咱家己，乃是应该亲像主耶稣怎啊听人同款。所以咱爱问一个问题：主耶稣怎啊听人？主耶稣怎啊听你？主耶稣怎啊听我呢？咱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，伊讲如我做君咯，啊，伫如我做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开世间归回天父的时阵到了。伊既然听世间属家己的人，就听因交代。所以耶稣听伊属家己的人，听因交代。什么叫做听因交代呢？伊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按遐为咱流血，为咱死。这包括什么？包括有四项。头一项，这是一个舍己的听。什么叫做舍己的听？无求家己的益处，无问讲我家己安尼做，我有得到什么呢？现主时，咱活伫这个社会顶面，靠这个叫做消费者的心理啊，来影响 consumerism， 就是讲我这项代志，我要做，我要付出去，我会得到啥？那有得到啥，我才要去做。但是主耶稣无，伊会听是舍己会听，第二，伊是牺牲会听，因为伊将伊的生命留落予咱，这个是真昂贵的一个代价。这个代价真重的一个代价，请问什么较容易？为人放杀性命，还是为人放杀你家己？就是叫做杀己。其实放杀性命一摆而已，放杀家己那是鬼死人。放杀家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肯付出时间，咱肯付出精神，付出咱的力量，甚至付出金钱，咱愿意付出个人的享受。我为着无某人的缘故，我放下我家己的迄个权利，这个就是舍己。第三，咱看到主耶稣会听，伊是赦免会听。伊饶恕，也是搁在下面咱的家训，咱得罪上帝，但是主耶稣甘愿为咱担当咱的罪过，在十字架顶下面咱的罪，伊会听，也是搁在服侍会听。咱来看第十三章，啊，你来看圣经十三章，咱看到耶稣知影伊要离开世间。伊就怎啊呢？因咧食的时阵，伊就摕一个棍下伫伊的腰咧。伊就摕一盆水，甘闻到一个会来洗脚。哦，伊干哪来洗脚？就是来服侍谦卑家己，服侍跩闻到。伊讲啥呢？伊讲我是恁的先生，我却为恁洗脚。我要为我予恁留落一个榜样，叫恁照着我向恁所做去做。所以伊的听是一款愿意服服、愿意谦卑、愿意服侍人的一款的听。所以这是主耶稣予咱这个新的标准。咱要听人，有舍己的听，有牺牲的听，有赦免的听，有服侍。唔，咱有一款新的标准，咱也看到有新的能力。伫古约啊，甚至到耶稣的时代，人啊，拢知影律法的要求，但是人知影百姓上帝的子民知影三听的道理，因会晓得，但是干呐，因却做袂来，
哦，因却无力量通做出来。这个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所讲的，伊讲我愿意做，我并无法通去做。我所分恶的，我都去做。伊讲我也知影，伫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当中无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，又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又无得我。是的，咱知影三听，但是做袂到。但是主耶稣讲，我今仔日予恁一个新的命令，因为唔然啊有一个新的命令，伊我也是予恁新的力量。接着耶稣对死来复活了后，予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予人因为相信伊得到新的活命，并且有心灵立伫咱的内面，这心灵变一股力量来推动咱。好咱有法通做正阻碍咱做，好咱虽然这个人咱现在无法通听伊，但是靠着圣灵的力量，咱就有法通做，因为有圣灵做咱的力量。所以咱看到主耶稣所好咱的，诶，这个新命令是伊亲自所颁发的。第二，伊也是什么？因为伊有新的性质伫内面。第三方面，这是什么？反映新道新生命的命令。这个命令是将咱新道内面的新的生命按下来表明出来。在第35节，圣经安尼讲：，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因为安尼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。认出恁是我的门徒。在咱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，在一节方面翻译到无真啊正确吼。意思是咩呢？啊，因为伫原文内面无啊，迄个心啊，无迄啲心啊，所以应该就怎啊来怎啊讲呢一段，就是主耶稣安尼讲，恁啊彼此相听，众人就因为安尼认出恁是我的门徒。所以不是孤单彼此相听的心，乃是着彼此相听。所以咱看到主耶稣爱咱什么呢？彼此相听是一个信徒，啊，是信徒的一个标志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是讲，咱若有相听，则表明咱是属主的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咱要怎啊知影一个人是信主呢？不是孤单一嘴来讲我信主就是。那也是在伊的生命当中，有法通将听实行出来。伫约翰一书第3:14，约翰甲咱讲，伊讲咱因为听兄弟，就晓得迄经是啥物啊，出世入生咯。无听是咩，犹原点伫死中。所以伊讲咱要怎知影？咱已经得到这个活命呢，就是咱有听兄弟姊妹的心，这是咱福音的一个证据，互人看到讲福音唔是孤单一篇的道理定定，福音乃是一款听的行动，对听咱有法通看到证据，当世间人。看到咱一群属主的人彼此相听的时阵，就有法通吸引因归向基督。唔然啊，安尼彼此相听，也是着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，啊，着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。咱说，大家一个经文讲啥物啊？恁若彼此，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干呐？因为安尼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众人会看去，啊，意思是啥物啊？这个听有行动的，是人会看去的，有法通体验到的，唔是孤单一种的口号定定。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青年人，啊，伊是啊，伫化，伊是咧读大学啊，伊是化学系的学生，化学系的学生。一摆啊，伊咧看一个，看一种文章的时阵啊。就记载到
英国的宰相 Churchill 啊，英国的宰相 Churchill 啊，伊的自传。讲到伊细汉的时阵啊，啊，这位 Churchill 啊，实在是敬业啊，啊，敬业。我人讲天不怕地不怕啊，佮唔惊人，只是惊什么呢？伊第一惊是看到伊的老母流目屎。伊第一惊看到伊的老母流目屎啊！看呐，因为伊认为啊，老母的目屎啊。是真神圣的，唔通无法通侵犯老母的痛啊！因为老母的目屎就是老母的痛，所以这位青年人一读掉的时阵啊，伊受感动啊，然后伊就发出一个问题：，伊讲老母的目屎啊，内面有老母的痛，所以伊就爱来研究这项代志，伊就去找啊一个做老母的啊，伊就去甲收集。因的目屎啊，该揢咧向个铁锈内面啊，啊将伊的目屎揢咧铁锈内面啊，然后到伊实验室内面，伊就去啊去甲化验，去甲分析，去甲看。等伊化验，伊分析了后啊，伊感觉真失望啊。伊讲啊，哎呀，老母的目屎啊，原来是99%啊是水分啊，然后有掺淡薄花妆粉啊。有掺淡薄化妆粉，伊讲我伫内面，啊，我却看袂起老母的痛。当然，老母的痛是真抽象的啊，伊看袂起。但是这个故事予人看到一项啊，人若看到教会的时阵，看到咱的生活的时阵，因会看到基督的痛伫咱中间无？因会看到基督的痛无？是毋是？伊找无到基督的痛呢？咱来用文字来描写基督的痛。这个痛不过是一篇真感动人的文章。如果咱用言语啊，啊是言语来讲说基督的痛，这不过是一篇伟大的痛的这个道理。咱来用痛。来做诗歌来唱出来，看到这是一首真水的听的诗歌。但是有可能听无伫内面。耶稣甲人讲，咱着彼此相听，别人有法通看去。耶稣互人看到听的真谛到底是啥物？通常的人。想到痛的时阵，讲到痛的时阵，就想到迄款的感觉、迄款的感受、迄款的感情。但是主耶稣却甲人讲，痛毋是感觉定定，搁较重要，伊是一款的行动，伊一款的行动。咱兄弟姊妹，伫教会中，咱知影着彼此相听，咱怎啊来相听呢？特别像主席在这个疫情当中，看咱阵更加艰苦来相听，因为咱伫教会无法通相合做一个，啊无法通来教会，兼且连见面都无法通见面，要怎啊来相听呢？其实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咱有缘有法通相听，咱有法通打电话，安尼来关心人。啊，我伫遮无鼓励咱去探访。啊，去人道啊，去探伊啊，因为现主持这个疫情真严重，所以咱尽量唔通出去。但是咱有法通打电话，啊，那有法，咱对科技，咱个会晓咧，咱有法通对 Messenger 对 Zoom 啊，有法通三个，有法通面对面，有法通看到，然后咱来慰问人，看怎啊，欠在为人家庭中有出。问题，咱要怎样来安慰伊？兼在伊什么需要，咱要怎样来帮助伊？咱有法通底下甲因祈祷，甚至咱有法通将咱家己嘅心得，咱对读圣经祈祷嘅时阵，咱对主所领受嘅物件，咱有法通甲伊分享，借着安尼来鼓励因，借着安尼啊，将因生命当中心内面嘅这个压力。让他们有法通减轻。我感谢主在我们教会
有一个有一家兄弟姊妹哈，特别是姊妹啊，殷勤有心，因为咱无法通三甲聚会、三甲崇拜会的时阵，咱就用什么呀？用网络啊，用网络按遐来看。但是咱教会有一家较严重诶，因伫厝内，因无电脑，所以无法通看。所以咱教会跩姊妹因创啥呢？因就敲电话互伊。哦，卡电话好在啊，年终的级别，然后伊就伫厝内，伊就接到因的电脑啊，啊，的声音按电话内面送出去，和对方伫电话内面有法通敬拜上帝。我听了的时阵啊，我的心真受感动啊，甚至有位级别跟我讲啊，啊，伊一篇道理啊，伊有时阵就三四拜啊。因为伊家己敬拜了后，啊，伊无偌久，暗时伊就卡好电话，卡好电话一个人，然后伊就搬去听，啊，然后佮明仔日伊佫再好人。啊，咱像拜四下晡也是有一个啊闽南语的一个查经，啊，有真侪人啊，有法通三宝，有法通食着安尼啊来听，啊来伫上帝的话语中有法通扎根，咱看到。上帝的恩典真多，我看到有真多，但年轻的人，因伫厝内，伊就帮衬伊老母，会帮衬伊阿妈，哦，阿兄要怎啊来伫电脑顶面来看，安尼你嘛知影，那跩年纪大诶，学一摆才是袂晓，学两摆袂晓。有时阵啊，囡仔教教咧，下礼拜搁要开诶时阵，也毋知要饲啥物啊。但是咱看到有真侪伊个囝儿、伊个孙啊，真有耐心啊，会按遐来教导。其实啊，这是一个真好服侍，也是释放的机会，帮助人有法通伫网络顶面按遐来敬拜主。当然，咱社区有真侪的需要，所以咱有救济品啊，咱有救济品，所以有个人伫遐来奉献给教会，然后教会就分送。然后咱教会，我看到有一家人啊，伫生活顶面有需要，咱就有自善的基金啊来帮衬伊。我唔知你会记得未？当咱啊也未啊无未这个疫情啊的时阵啊，咱每一摆来教会三甲崇拜，每头一个主日，伫咱的特殊单内面，咱有买一个啊信封红色的啊，啊用红色的信啊有红色的字啊。这个是什么？祖先啊，是祖先的奉献。即个呐，当咱人啊，当咱奉献祖先的时阵啊，教会祖先做啊，就伫遐来分送啊，还有需要的人。这是咱有法通彼此相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行为。其实，当咱兄弟姊妹啊，有法通将听分送出去啊，互人实在是得到真大的感动啊，真大的帮助。我记得伫教会内面啊，有一位姊妹啊，啊，伊个老伯啊，是差不多一年半前啊，还是两年前啊，安遐跋倒啊，伫医馆内面啊，所以有一家人就去拜伊啊，去找伊。无偌久啊，这位老伯啊，就甲恁查某讲，我要信主咯，我要随礼咯，因为我看到教会兄弟姊妹迄款的疼心。当然，这位查某啊，伫厝内啦，啊，常常跟因这个老爸传福音嘛，常常安遐有孝顺伊啊。但是当伊啊，这个老做老爸啊，伊亲身经历到人去探伊的时阵，去慰问伊啊，一心就向上帝开啊。所以去年啊，伊就受洗啊，正做教会的会友啊。啊，无偌久啊，咱看到伊个牵手的啊，就是这位。啊，姊妹的老母啊，伊也是信主咯。看啊，因为因感觉到这款的疼，当因看到兄弟姊妹彼此相疼，愿意付出的时阵啊，因就知影这位上帝是真的。当初是啊，伫初期教会的时阵啊，哦，这位啊叫做教父啊 ，Church Father 啊，叫做德托良啊。伊讲啊，伊讲异教徒当初时的异教徒对门徒啊，还是对基督徒的评语是啥物呢？伊讲看即跩基督徒
因是何等的彼此相疼，因干呐何等愿意为对方放舍性命。所以这是当初时啊，在第一世纪啊，干呐真啊犯罪人信主啊，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疼的行动啊，的行为啊，感动了真侪人。上官求主使用你，使用我，使用咱的教会，阿法堂，因为咱的彼此相疼，互更侪人来认白主啊。四个第十一条的诫命，咱着彼此相疼，这是耶稣亲自所颁发的一个命令。既然是命令，唔是孤单互咱知影，唔是要互咱参考、互咱讨论定定，最主要是互咱去遵行。你怎样了解命令这个事呢？你是不是有遵守呢？第二，咱看到这条诫命啊，是一条有新性质的诫命，因为伊中间有新的标准。耶稣怎啊疼咱，咱也着怎啊相疼，甚至又予咱新的力量，是圣灵伫咱的心中。所以，到底咱？对耶稣基督的疼，咱体会偌济呢？耶稣基督怎啊疼你呢？咱好好去想者，你是不是有体会到主的疼？当人体会到主的疼的时阵，咱才会晓来彼此相疼。第三方面，咱看到这是一条反映新道新生命的命令，表示咱是属的基督，咱的生命已经改变。这是咱的见证，所以咱必须要以实际的行动按下来表现出来。所以爱问的这个问题是讲，你有法通怎啊实际会流露出基督的疼给别人呢？在这礼拜当中，你要怎样将基督的疼付出来呢？是要付出疼不容易，因为咱要付出代价。有一个人啊，伊咧行的时阵，伊看到一阵的囡仔，四五个伫遐咧佚佗。但是伊看到这四五个囡仔，其中有两三个啊，后壁背着这个什么？伊这个啊，小弟还是小妹啊，这个更加细汉的啊，甘在无也无一下的这囡仔伫后边啊。但是因佚佗啊，真欢喜啊，所以这个人啊，就跟其中这个囡仔讲啊。讲哎呀，你很辛苦啊！你咧佚佗，你后壁也搁背一个担担。这囡仔听落来啊，就看伊啊，就讲先生，这个唔是担担，这个唔是担担，伊是我的小弟。真水啊！这唔是担担，伊是我的小弟。你若有疼的时阵，伊无搁再真多担担。咱真侪做老母的啊，囡仔。出世的时阵啊，就安尼啊，饲伊啊，爱伊个呐，愈食会愈肥啊。啊，当伊那愈食愈肥啊，愈重的时阵啊，虽然愈重啊，老母抱起来啊，真欢喜啊，甚至讲你看袂过囡仔翻大汉咯，翻胖咯。但是做爷爷的啊，做保镖的啊，当伊翻啊，当这工人伊咧抱这个囡仔，这囡仔愈重的时阵啊。伊愈做纠缠嘛，讲哎呀，那愈来愈重啊，伊愈辛苦啊，无伤什么呢？疼，但是这个爷爷、这个保镖、因啊、保姆啊、因啊、干啊、因啊，疼这个囡仔，搁较偌重啊，伊也搁是真欢喜。所以，咱彼此相疼，要付出代价，但是咱就记得，伊是咱的兄弟，伊是咱的姊妹。无国在是当当，当别人当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得到疼的时阵，因也是知影要怎啊来付出疼。当因经历到疼，因就会晓付出疼。最后，咱来三甲来反思、来思想，伫主的面头前来做一个回应。啊，就是讲咱对主的命令，咱怎啊看法呢？咱有遵守彼此相疼的命令无？耶稣基督怎啊来疼你呢？咱好好的来想，互主的疼浇灌伫咱的心内面。当咱体会到主的疼，咱就会晓疼别人。第三，咱来想看卖，我伫这礼拜，我怎啊真实际会将基督的疼付出去呢？
咱来阿头，咱来祈祷。啊，咱用几分钟、几分钟的时间，咱向主来回应。啊，然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借着主耶稣基督，予阮看到什么是痛。在伫阮还阁做罪人的时阵，就为阮死，阮就知这个就是痛。主啊，加使阮，当阮听到主耶稣基督你所呼阮的改名，要彼此相听，予阮愿意来实行，予阮有法通了解。这个听是新的，因为有新的标准，佮有新的力量，予阮有法通做到。主啊，愿主你将你的听加倍的了灌伫阮的心内面，予阮体会到你的听，明白你的听，阮就有法通真实际。主啊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安尼将你的听流露出来。主啊，阮伫你面前，阮会回应，阮会祈祷。愿主你随听，我阮伫这礼拜当中，也是按照你的心意学习彼此相听，互人看到阮彼此相听的时阵，因就要知影阮是你的门徒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互人有法通受吸引归向伫主你的名下，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的。阿门。我们在因你和你在主你和为你，我们在因你和你在主你和为你，同心求圣灵。心中紧紧地手拉手，我们并肩同心中紧紧地手拉手，团结在一起，同把主的福音来传扬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一直爱，使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齐心做主公，彼此竭力扶助。我们齐心做主公，彼此竭力扶助。我们彼此互相的尊敬，互相的看顾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因着爱，使人知道基督。是因着爱，我们爱赞美天父，因他无私万物。我们爱赞美天父，因他无私万物。感谢他赐下圣灵，使我们众人合一，使人知道我们是基督。主来兄弟，咱虽然伫肉体中无法通相合做一下，但是伫灵内面，咱会通同甘一灵。
咱这时咱要以心灵甲诚实来到主的圣道前，用饼甲杯来纪念主，感谢伊伫2000年前为咱所做的救恩。咱也未领受饼甲杯时阵，使徒保罗有提醒咱，安尼讲：无论啥物人无按你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躯、干犯主的血。人应当要省察家己，然后食一个饼、啉一个杯，因为人食啉若无分辨主的身躯，就是食啉家己的罪。咱即时用短短的时间来求圣灵省察咱内面有啥物罪，咱求上帝赦免咱。这是咱三个阿头祈祷。天父恩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，
想赐予怀信你的人，通得到永生，接着耶稣的救赎，予阮的罪得到赦免，接着耶稣的顺服，伊的牺牲，予阮得到头棒。主，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前，坦然无惧，因为为着你的恩典，通伫一个所在，三甲纪念主耶稣的饼甲杯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受杯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一百几公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放杀的，恁着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咱同心领受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摕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咱同心领受。”天父，阮主，你的话安尼甲阮讲：，阮每摆食一个饼、饮一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一直等到主过来，天父，当阮的听候主第耶稣第二摆过来时阵，予阮继续顺服主的使命，就是叫阮着去，予万民做你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甲因施洗，这是主的心意，通予阮继续为主伫这个世间做见证，做光做盐。通予人看见，阮是主你的门徒，阮感谢你，愿主继续带领阮，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三甲念《使徒信经》，这是咱基本信仰的宣告。来，请我信全能的父上帝。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搁信伊的独生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。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搁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静所愿。三甲领受上帝祝福。愿迄位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予恁全然成圣，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蒙保守，伫主耶稣降临时阵完全无可指责。迄个召恁的是信实的，得确成就一切。安尼祈祷祝福是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